这次疫情的情况大家可能已经在各大新闻媒体上看到了，尽管你已经听了很多次，但这里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去人多密集的地方，一定要勤洗手，出门一定要戴口罩，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咱们的家人。其实本来以为我们这边的疫情没有很严重，我可以买到一些物资寄回去，但是跑了几个地方之后发现整个加州也已经很难买到口罩了，所以最后我只能捐一点款。我相信在咱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呢，一定能很快的战胜疫情，度过这个难关。好吧，那咱们今天的视频正式开始。我相信咱们大部分人都知道奥运会的口号是什么，对不对？更高、更快、更强。从1896年的第一届奥运会开始，我们就见证了运动员们一次又一次地刷新着新的世界纪录，突破着人类的极限。那伴随这些运动成绩的提高，其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难道是人类的进化？其实是更加科学的训练方式，更合理的饮食，更有效的恢复，以及更加高端的运动装备。所以今天这期视频我就给大家盘点一下，有哪些科技是顶尖运动员们已经开始使用但还没有广泛普及，或者是刚刚投入使用还没有被大部分人所了解的黑科技，也许再过几年它就会出现在你身边的健身房里哦。那咱们现在开始，首先给大家看几个小视频。这骚操作难道不是恶搞视频吗？哎，你别着急，这个器械还真就是这么用的。可能熟悉咱们肌肉收缩原理的小伙伴都知道，咱们有等长收缩和等张收缩。等长收缩呢，就是全程保持发力，但是肌肉长度不变，类似于平板支撑啊、倒立这类的动作。等张收缩呢，就是咱们平时在健身房看到的大部分的动作，比如说这种二头弯举啊、卧推啊。而平时最不常见是属于等张收缩的一种特殊形式呢，就是咱们的等动收缩。因为它的原理是在你发力的过程中，咱们肌肉收缩的力量和阻力始终是相等的，所以只能通过一些特殊的器械来实现。就比如说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台，这根本就不像是健身房的器械嘛。但是因为咱们在做等动收缩的训练中，它会有效调动咱们关节周围这种肌肉啊、韧带的工作环境，所以对于运动损伤和康复来说很有帮助。同时因为它的运动轨迹和速度都是固定的，可以让你的肌肉在任何角度都发挥出最大的张力，所以它对于增肌和提高爆发力也很有效果。那这么香的器械为什么还不赶紧普及呢？来给大家看一下价格，我都可以开个健身房了。还好这两年大家可以渐渐的看到利用等动收缩原理所开发的健身器械了，价格相对便宜很多，也更有针对性。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种设备的门槛会越来越低。顺便提一句，视频中这个人是卡特。说到器械，还有一种是近两年已经开始流行作用类似于等动收缩的东西，那就是咱们的空气阻力器械。这种器械的好处除了可以消除重量产生的惯性呢，更重要的是加减重量非常方便，尤其是对于平时有力量训练的小伙伴来说，当你做这种递减组的时候，普通的器械你总是得起身然后减重量，这个呢大家看只需要按这个按钮就可以随意的加减重量，极大的提高了你的训练效率。同时大家可能知道我的肩膀受了点小伤，我不太确定这个地方到底能承受多大的重量，我就可以根据这边的感受很精确的调节重量，而不是像普通器械只有5到10磅的区间，相比之下呢会更加的安全。这个器械的门槛远远没有等动收缩的那么高，所以我觉得很快就会普及了。下一个跟大家说一个比较硬核的设备，它叫做肌肉电流刺激，不好意思各位弄得有点过了，简称 EMS， 听起来似乎很高端，但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广泛应用于医学和康复领域了，而且近两年呢也有很多利用这个原理的衍生品。当然了，咱们今天不是讨论这些产品，而是前两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我的教练大宝贝在用这个设备进行力量训练，让咱们一起去问问他的感受吧。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machine? It actually depolarizes the muscles, makes them more sensitive to voluntary contraction. You know, the reason that we do drop sets or we do supersets or we do intensifying techniques, adding more weight, is to recruit more muscle fibers. If you can recruit more muscle fibers voluntarily, you have greater utilization of muscle fibers, you have greater recruitment and greater productivity. Right now, I only see this one in Gold Gym with Brad Bro. We were considering here in San Diego purchasing one, but they're very expensive. How much does it cost? Well, 18,000 US.But it's still new, it's still cutting edge, so it's more for advanced athletes at this point based on the cost. I wish someday I'm able to use it on my shoulders, yeah. It's crazy. 本来我说自己去体验一下，但发现一节课居然要$200。打扰了，打扰了。大家看到这个技术其实并不是很新颖的技术，但是在顶尖的健美领域，我觉得还是有发展前景的。因为根据美国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声明所说，已经确认的 EMS 的好处有放松肌肉、增加血循环、增加活动范围、防止肌肉萎缩等功效。而在1996年，咱们中国举重队呢就已经开始使用这种技术进行训练了。但就目前
前来说，我觉得这个设备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除了价格之外呢，大家看这个器械非常的大，很难想象每个人都拖着这个东西在健身房走来走去，而且它需要官方的认证和培训才可以使用，因为毕竟是用电嘛，所以一定要有经验的人进行小心的操作。以上的三个设备呢，大家看到都是针对咱们身体上的强化，但是作为竞技体育的顶尖运动员来说，大家的硬实力其实都不相上下，这个时候比拼的其实更多就是心理状态了。如果大家有参加过学校的运动会，可能你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在比赛前，尤其是快到你的时候，你会格外的紧张，有的时候这个直接导致你发挥不出来平时的正常水平。那可能有的小伙伴说，你深呼吸啊，好像没什么用。但是前两天我在巴尔的摩的一个运动员恢复中心看到了一台非常有意思的设备，它是专门用于调节你的心理状态的，让咱们一起去看一下。Essentially, what it is a meditation pod, just induced the meditation process. It stimulates the brain's creativity process. Next, we have the binaural beats. What that does is it gets your brain start to focus. It's really quick, and once it starts focusing, it's just continuous, infinite focus. Elite athletes do this one before their games? Before and after, so that they have a fresh start in their head.可能了解一些运动心理学的小伙伴都知道，对于一个即将上场的运动员来说，最忌讳的莫过于你过度思考比赛结果。比如说我这球没投进怎么办？我让我的教练失望了怎么办？Second free throw, my goodness. I'm not sure what that was. 那这个设备呢，是通过色彩和声音的疗法来将你导入一个冥想的状态。这种状态呢，会让你更加集中注意力在你场上的任务以及你的技术动作上，而不是比赛成绩。通过这种方式来最大化你的运动表现。大家看到我亲身体验了一下，在整个过程结束之后呢，我确实感觉到自己的情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放松。我觉得随着这几年大家对于这种冥想和自我认知的追求呢，这个设备很可能会出现在更多的场景，而不仅仅局限于顶尖的运动员。以上呢就是如何提升运动员的运动表现的一些设备和器械。但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去年采访快船队训练师的时候他说了什么？ In the last five or six years, and particularly the last probably three years, we've really seen an emphasis on the recovery.Which we didn't see before. 也就是说顶尖的运动员越来越重视恢复的重要性了。那目前除了大家可以随处可见的这种筋膜枪之外呢，在那个恢复中心我还看到了一台非常酷炫的设备，是不是有点赛博朋克的感觉？那这个设备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其实这是光学疗法的一种，叫做红外线疗法。这个最早是在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们在空间站培养植物的技术，后来在临床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它可以促进你的血液循环，帮助软组织愈合，以及帮助皮肤生成胶原蛋白，减少皱纹等功效。所以现在很多美容院已经投入使用了。那近两年呢，也被一些专业的运动员加入到他们平时的恢复流程里。这个设备使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你只需要脱光了站在那10分钟就 OK 了，感觉就跟晒日光一样。大家看到我出一头汗，它一个价格是15000美金，所以除了那种大的运动队之外呢，我觉得没有理由说你自己放一个在家。土豪就当我没说啊。除了光学疗法之外呢，还有一个看上去非常科幻的设备，那就是高压氧舱。这个设备最早是用于治疗潜水所造成的减压症。根据美国 FDA 已经明确表明的是呢，它可以治疗包括手术后难以愈合的伤口以及一氧化碳中毒等13种不同的症状，所以它主要是在各大医院里。那这两年呢，也有很多运动员开始使用这个设备，原因是它可以给予你身体充足的氧气来生成 ATP 供能。同时呢，根据2005年的一个调查研究表明，因为有更多的氧气溶解在你的血液里，它可以有效地帮助运动员恢复并缓解肌肉疲劳。这就是为什么詹姆斯也买了台放在自己的家里。但同上面的一些设备一样，这个东西不仅价格昂贵，而且需要有官方的认证和专业的人士进行操作。我查了一下，我们这边一次呢大概需要220美金左右，果然是只有顶尖运动员才用得起啊。下一个呢，也是我在恢复中心试用过，而且是我现在看到很多运动员正在使用的一个设备，它叫做 Normatec。 同上面的什么光学、电磁、高压氧这种科技相比呢，这个设备其实非常好理解，它就是一个按摩器。只不过和传统的按摩椅不同的是，它是专门为运动员打造的一个全身包裹型的按摩设备。它看整个的这个大棉裤里其实有无数个细小的按摩器，它可以根据你身体所能承受的压力从下往上慢慢的挤压你的血液。举个什么样的例子呢？就像撸串，你知道吧，大家从下面往上挤，然后弄出来，然后让血液回流到你的心脏、你的大脑上，帮助你的血液循环和恢复。哎，我觉得很多女生可能会喜欢这个东西，因为你再也不用这样了。而它最大的优势呢，就在于携带方便。运动员们在比赛期间呢，很有可能会经常飞来飞去，带着这个东西相当于有一个随行的按摩师，想想就很方便啊。而且这个的价格和上面的相比要亲民很多，一套完整的设备大概是3000美金左右，所以我已经确认过了，还是用不起啊。尽管还是不便宜，但是我觉得它是最有可能像筋膜枪一样慢慢普及开来的一个运动装备。下一个可能大家已经听说过了，很多明星和运动员都有在使用，这个叫做液氮冷冻舱。它的主要原理呢，就是把你的身体放在这种极低的温度下，大概是
零下110摄氏度来帮助你缓解运动后的肌肉酸痛。而它的优点呢，是相比于这种传统的冰浴疗法，需要让运动员在里面泡8到15分钟，这个只需要3分钟就可以实现类似的效果。而且当你出来以后，你的身体还是干的。但是近两年呢，这个东西被推广为可以快速帮助你恢复甚至是减肥的工具。其实就目前来说，并没有足够的调查研究来支持这些功效，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验证。一台设备大概在15,000到45,000美金左右，所以我还是泡冰池子吧。好了，以上呢就是这1、2、3、4、5、6、7、8个设备，有哪些你觉得将来会被广泛的投入使用，而有哪些你觉得离咱们过于遥远，甚至是智商税的东西呢？大家别忘了发弹幕和留言让我知道啊。其实随着运动科技的发展呢，也许过几年这些东西就会被新的技术所取代，甚至是会被证明并没有什么用处的。但是大家要知道，顶尖的运动员就算是只有1%的几率提高自己的运动成绩或者更快的恢复，他们都愿意去尝试。所以运动员们真的。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完整内容。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别忘了点击订阅，并把你的小铃铛点开哦。其实近几年呢，已经有很多公司开发出了一些针对咱们普通人运动健身的新产品。就比如说一直很火的那个健身环，以及前几天我在健身展会上看到的这种团课新科技，甚至是通过虚拟现实来实现类似于《刀剑神域》里面的异世界。Link start。都有可能慢慢的进入咱们的视野。那我这里面也非常期待将来会有哪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的运动，或者让更多人喜欢上健身。好吧，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咱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